帮你揉一下。OK。喂，哦，在冒险吗？他说的要是真的该多好。不能这样的啊！不带这样，绝对惩罚。第一天送花给他。第二天约他看电影。今晚有空吗？一起吃饭吧。哈，果然。还是做朋友吧。我准备带我的他走了，但是在门外犹豫了好久。你觉得他会答应我吗？嗯，会的。那你加油。你开下门吧。你妹！